这里怎么改善？对啊，那这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我也不知道。那我们去别的地方改成吧。好。改掉。这里什么都没有球框。哦，原来这座球场我都忘记，却都没有球架，都没有球框。枉费是一座好的球场，却都没有球框。啊，那我们就走吧。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是要对篮球场的方面做更多的改善。我们发现很多人都说我们学校的篮筐太矮了，所以我们觉得应该要将篮筐改到国高中的高度。大多数的人都觉得篮球场的地面会影响，所以我们觉得如果可以的话，能够将篮球场的地面用成平整的。我们发现很多人都说可以在篮球场上加装照明设施来帮助我们打球。也希望学校能尽快将这个问题改善。我觉得我们的默契不够，因为有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意见不合，或是工作想法重叠，然后这个是我们比较需要改善的地方。这次的 DFC 活动让我们发现篮球场的问题很严重，希望透过我们的宣导能让球场恢复运转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在有些改进的地方，比如说我们发糖果还是发问卷的时候，那问卷还是会有些同学反应。